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中方欢迎一切认同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。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，台独是死路一条，金元外交的伎俩遭人唾弃，任何逆历史潮流、挟洋自重的图谋，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。